好吗？哎，可以了。我可以了。你认得我？你先洗了吗？我先要洗澡。对啊。啊？我弟很高，我不慌。对啊。在我姐姐。他不用工作。好。他大学弟。他今天，哦，他上课。可以。不会，他先冰箱。冰室啊。先这样。太无聊啊。先这样吧。贝贝晶晶，你看他，他从小就这样练习。他很凶吗？你小心。来，来这边跟狗狗玩，快点，来这边跟狗狗玩。他不会凶吗？你没有洗过他，贝贝啊，你抓着他，贝贝他就不会。不会啦。